早点出门嘛，咱吃完饭你就在我家住就行。咱中午吃啥？不都有妹妹了吗？还让我们送，给你做什么呀？想吃啥我去做。哎，你别理他，想吃自己做，一整天事儿事儿的。切，不吃就不吃，我上个厕所去。哎，我先去。2 hours later。哎呀，好了没啊？憋死了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快去吧。哎，跟女人住就是麻烦，天天憋尿，服了。没想到吧？想逼我要纸，绝对不可能！像我这种180斤大帅哥，怎么可能会被人看光呢？哼，男人。还有裤子呢，这我最后一条不用洗内裤了。找啥呢？哎，你看到我裤子了吗？你说我是看见了还是没看见呢？宋宋，这是我最后一条不用洗的裤子了，你给我洗了，我总不能穿着睡裤出门吧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不是你。喂，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到呀？我跟我妈妈都等着你呢。到不了了，没裤子穿了。怎么没裤子穿了呀？你先来，叫我妈给你买。喂，你谁呀？怎么跟男人吃饭还要带妈妈呀？哪位呀？我呀，你哥哥身边那位，而且你哥哥身边不止我一位，对吧，松松？说句话。哎，是你给我。喂，你好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你哥哥不跟你去吃饭，不是因为没裤子穿，他要真的爱你，不穿裤子他都得去。妈，哥哥有女朋友了，还了呢？谢谢你疯了。哎，就给我吧。喂，大姨妈，他俩闹着玩呢，你给我没先吃啊，我下回再去，下回再去。你们满意了吧？那个什么，那是你亲妹啊？不是，是从小一块长大的陌生美女。不是，那我还以为是……你以为啥？你是不是喜欢我？天有妹妹找我，裤子都不给我留一条啊？我就是喜欢你啊！踮起脚尖，提起裙边，上。哎哎，裤子别忘晾上。